公，行心，谢皇兄，臭文烟，臭文在，丁宣召你来，受一件代志，需要你去办啊。臭文官为皇兄好牵马之劳，希望你在天下间会当找找一个人。哦，臭文古迈，请皇兄明示。臭文烟，你来看。此话是顶明画工照定的描述而画，此人在先农教政一名的忠臣，名叫老书记。此人精通兵法韬略，定定计不久，伊就西瓜返乡，听讲已经出家为僧，昏游四海，居处不定。楚文烟，定明爱你将这人找出来，你敢做会到吗？这，皇兄，楚民愿尽全力为皇兄效劳，皇兄洪福遮天，楚民必定会当找到老大人回朝复旨啊！好，楚文烟听旨，楚民在，定奉你天下第一游侠，赐你金牌一面，定明克夫，露点亲人，一世人，准备到所到之处，若拄着贪官腐吏。土匪恶霸，任你裁官。谢皇上命运，谢百姓运急匆匆啊！我来挑家己红妆，开门进来。嘛比你较好听，哎，我心花伫咧开，当伫咧爽，我唱歌去解着你哦。我当然嘛解着我，我若听到你迄句声尾后吼，啊，我是，哎，你讲爽唔对啊啦。未晓使船上溪下，未晓算数去牵拖嘛。谁讲我袂晓算数？因为这摆数目太济咧啦，我一方面伫咧算吼，啊，一方面伫咧想，啊，想讲这官保吼，有啥物来去藏在倒？比较安全呐、啊！你钱无在藏，是啊。来，我甲你教。咱来去买一挂好酒、好菜、好食的物件吼，咱来食食，放在腹肚内面咯。安尼就袂去拍无去啊！啊，你若食袂完咯，我再甲你倒食啦。你不较好嘞，知影你要好高啦。大明嘞，我有找到娇姑娘无啦？唉，啊人就返去原籍嘛，你是要倒找啦？伊袂应该不顾离别。是啊，啊咱为伊拼到要死啦，啊替因娇家伫咧心软啦，啊一句多谢都无，安尼喊走就走。嘿，无得靠人有讲袂出来苦衷啊。唉，我一个逍遥公主诶，看你这几天哦，找人来找到失魂落魄，一点仔就无逍遥啊。你当面，我，目前你无看人。
就该当作一场梦梦，啊，即马醒过，啊，什么代志拢唔捌发生过，安尼唔对啊？是啦，因兜迄边的，啊，你现在是清明在身哦，通阁等落去啊啦，应该提精神起来，办正经的代志，啊，你唔才对哦。就是咩？奉上皇娘的天下第一优雅，你是重任在身的，哦，哪通啊放正经代志通做？我还阁有时间在避休息啊，都对哦咩？就咱一路上吼，会当探听到交关人的消息，我嘛无一定啊。对啊，这叫做有缘千里能相逢啊。对你是真心的啊！只可惜，我的心已经死了。你的心拢有错误的啦，对？这跟你无关系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对我这么无情？林哥，你我之间已经无情理可言。当年你救了柯老将军，我虽然捌讲过。只要你替我交价心愿，我愿意嫁。可惜你一项都无做甲到，所以你我即阵已经是亲分人。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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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好一个两族平分的桥爱玉，我就是介意你这个。我讲，初婚姻。伊绝对逃袂出我手中剑。你想要杀伊？对，你是我兄弟，非杀不可。条件无遐尔爱用，试看卖就知影。要杀初婚姻的人，唔是干我一个，江湖上我真侪人要杀伊的。你想什么？因为伊身上有奉上义士的。如今亲临金榜，你要未招回府吗？哦，已经奉旨出京。是南岛迄个乞食，利用小龙的时阵钱也我的。嘿，什么物件啊，这水啊呢？给投票看卖。头奖、珠峰，嗯，遐都拢查某人咧用的物件。哎，这看来真值钱哦。这一定是有钱人的小姐，还是细伢头壳店咧采的物件？
林达林呢？你打这一个骄傲的哦，才走无外久呢。哦，你当时啊，脚手怎么啊？随去交到倒一斤的千金小姐哈？周先生啊，啊无你即摆咧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这个物件，不是你迄个新交的爱人啊，叫迄个乞丐摕来送你的。啊，你是刚去倒位去啊？哈，这两天咱三个人拢斗阵啊。我伫当时有闲，通去交因人的小姐。我叫是你一个人会当拆做两身嘞。啊，免管遐尼济人。啊，非是这是天送来对不？哦，这个这尼啊值钱哦，这若摕来去当点当哦，哦，至少我值了几啊十两。嘿嘿，爱钱的，安尼就是犯法啦。讲笑的啦，讲笑的。嗯，要若无，咱这物件是要怎甲处理？送官就领。你做无差的，钱贵的，有道是君子爱财，处事有道。你是小人爱财，不顾体面的。啊、好啦，啊，恁是君子啊，无这物件就交恁去处理呀。好，我就甲摕来关起，哈。廖小虎，你来去创啥？这就是证，好呀。叫什么名？小周先。土草、朱芳、金辉，你从倒位偷来？不是，不是偷来的，是阮在路下行的时阵，有一个乞丐，做甲凶凶公公，甲阮弄着，专来甲物件说给阮的啊。你有偌济感动的人？不是感动的，是朋友，还阁有两个啦，一个叫做真爱钱，一个叫做楚云烟。楚云烟。对，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逍遥公主楚云烟，伊是我的朋友啦。若凭这点吼，就用个伊林家保证，我绝对袂做偷鸡掠狗的小贼。无要做小贼，全做大案件，对还对？大案件？对，这并非七大案，是一个大案件，你知也唔知哩？我唔知。楚明更加不知道，小那波头大会把我抓来吃。这三件头饰，伊的来源老是鸟来。拄食着伊拢已经鸟过啊，逐句拢嘛是老实话。啊，对啦，迄、那个臭乞丐哦，把物件洗完了后，就会阁向边边走去啊。伊的后壁哦，两个彪形大汉，你家认得无？哦，彪形大汉。是啊，看伊迄个形哦。敢是要抬迄个小乞丐？好，我著叫恁两个朋友来这所在问一个喜事。来人，在，靠啊，是，请。大人果然是青天大老爷。什么人？并未南阳县区北宫，在下逍遥公主楚云烟。听大人讲，要传在下来问一个喜事，在下已经来了。大人，请问。楚云烟，这是讲你啦？你先做外事人，头看我别人，记着本府又搁不是你，你出来身边，分明你是目无王法。来人啦！非是楚云烟目无王法，只乃欠命在身，所以对大人有欠礼义呀。天兵，如今清明，万万岁，万万岁！大人，请起。谢万岁。钦差大人驾到，有失官人，请多包涵。大人不免客套，请问大人，关系在下的朋友小周先生，究竟是犯了何罪？还佫有，这三件录用的头饰，到底是牵涉到甚物重大刑案？大人是不是会当放过一礼？这三件头饰是属于熊太雄的小妾，孔汉林的高堂，五品官位郎彭太雄千金所有，是真正。这三件头饰，我送到三王为大人的府中
气氛确认过，确实无误。要哪呢？这是失窃案咯。非呀，是如林案。三公前的案名，邢太后、孔汉林、彭太雄，匆匆到外府爷来去着本官。三位大人，深夜过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代志？无唔对，当然是重要的代志。小妾失踪去啊！彭大人，你伫调查明白，解救家庙。大人啊，叫你解救小女啊！三位大人，你问失踪是在什么时候？今夜初更。啊，拢在初更。奇怪，拢扛一个死神，哪遐尼巧合？三位大人，你有啥物可疑的线索？要哪呢？哪呢？在什么情况下？在什么地方失踪？是因为早起我出城人无伫。云香，小爷到即阵还袂倒转安心。是啊。即阵还袂倒转来，恁先落去。小爷若是倒转来，你着甲伊讲，我有重要的代志要甲伊讲，叫来我的房间一坐。是，夫人。到下我倒转来府中的时，已经起见啊！听到梅香在咧甲我讲，我就即时赶到后院，房间门一个拍开，无看到人，连金梯嘛失落去。我也通知所有的家丁，啊，甲查囡仔出来问，伊嘛讲根本就无看到小姐出去啊！大爷，你讲这是不是真奇怪？实在。是离奇的失踪。吴大人，你讲这是不是真奇怪？实在是离奇的失踪啊！大人啊，家庙嘛是同款。每夜家庙要睏的时阵，拢爱啉一杯啉中汤。伊吩咐查某囡仔去捧啉中汤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查某囡仔将啉中汤捧来，家庙就无去了。家庙年纪老迈，伊是会走去倒位嘞？真是太不可思议呀！大人啊，小女每夜初更。拢去花园伫咧烧夜香，今夜小女伫咧烧香的时阵，忽然间灯火煞叫熄去，查某囡要赶紧过去点灯火，到迄点火转来时阵，小女就不见了。三位大人的旅馆。因为失踪虽然无同一个地点，也毋过是同一个事实。并且这件大事是有关三位大人的家乡、情谊、兵节，所以本官严格宣扬出去，我只好秘密调查。大人果然识相周到啊！金翠大人，你是江湖中奇人，到底对此案见解如何呢？为着无缘错乱梦，饮着悲哀来心酸。手唔
痴情换作一张卡。